越多越要拍你们。先回座位坐好。可爱的思博远，你妈妈要拍你啊！你们下来，我们等下就来了啦。我们等两个嘴巴合起来就好了。没事的，坐好。加油，没毛病。来看这里哦，耶，好可爱。我也要买布。你等你走。妈妈的床没有。这脸颊该如何能够安安乐啊？阿伯，这个帅嘞！好了，掏钱，掏钱！你出来，另外人家夹的玩偶都明显，我那个脸。耶，毕业啊！不要跑。先拿去了，现在没时间了。啊，好好可爱。你回去座位坐啊。今天早自习有多长？你没有操练任务，你要干嘛？没有早自习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安。好，校长用这个机会介绍几位贵宾。首先介绍
我们现任的家长会陈伟成陈会长，大家说陈会长好。第二位是我们的全会长尤小维尤会长，大家尤会长好。第三位是我们的贵宾，也是鹿港国小的家长会长施卓颖施会长，大家施会长好。